我今天早上看冰箱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前两天没有时间去买超市买东西，所以今天就家里就断粮。我打算做几个饭团撒点海苔吃，这个海苔就配饭团超级好吃，我也是试过的。在外面打算再包两片黄瓜之类的。
等会儿就要出门了，然后办点事儿，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看最近的那个艺术展 Art Basel， 就在湾仔那边，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约着去的。眼影打算这个简单的擦一擦，但我这个已经差不多快碎了，上次被我摔了一下，但它这个珊瑚色的偏光特别特别的好看，是有一种粉橙色的感觉。刚刚那一只好像太红了一点，它就跟它匀匀。准备出门了。今天这件粉红色的 T 恤是有一点那种藕粉色的感觉，然后穿了一条还是白色阔腿裤，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质感有点不一样，而且更长一些，背了一个这个包包。我本来想背这个的，最后想了想还是换成了它。
今天外面超级大风，然后好像还有暴雨，所以我打算先去准备买点东西，然后以防万一下大暴雨了，我就不用就是冒雨去超市买东西。感觉这个会很重。刚刚又在路边买了一袋番茄，这个串起很好吃，我打算等会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然后刚刚买的那个小番茄就用来榨汁喝。
了一点红豆，然后打算回来的时候加白米，然后可以煮个红豆米饭。以前我们在宿舍吃火锅的时候，我就经常负责这个工作，撕金针菇。先把它煮一煮，因为我总觉得这种带骨的金针菇有一种味道，我每次得煮一下。我今天是因为看那个大番茄实在不咋地，然后长得漂亮的实在太贵了，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串茄。但这次买的串茄好像有，但这次买的串茄好像体积有点小。加一点点淀粉，勾不起。感觉好像差不多了。因为它好像是已经是浸过酱汁的，超级香，超级香。它是日式的那种猪肉，我们说是浸了姜汁，但是姜味不是很多。징역또는천만원이하의벌금을정한다하지만우리는타인이아니지않습니까 그러네요우리는연인사이니까아무문제없네요하나드셔보시겠습니까네다행이다요리까지잘하면너무완벽해서부담스러울뻔했는데그럼밥줄을안드셔도돼요농담이에요농담엄청맛있어요아니에요전그두사람말한건데하필비슷한타이밍에열을쓰셨다좀아쉽습니다솔직히제생각은그렇습니다저희쿠키도비주얼로는그둘에게뒤지지않는데다만유명세에서조금밀리는게맛있어요Thank you.
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四月的话，我应该就做这个面包的主题。上个颜色，因为我觉得光这样好像不是特别好看。基本上就是这样啦。好，这面就是这样。刚刚 King 同学帮我顺路带了一束花，正好因为我之前的那个花束已经干了嘛，本来还想今天买来着。他给我挑的都是粉红色的，稍微长一点点。泡一个玫瑰红茶，然后这个还剩最后一点，感觉这两天就能把它喝掉了。今天我们打算等会儿周围溜达溜达玩玩，然后我今天穿了一件这样灰蓝色的这种衬衫，然后一条优衣库的这种超级超级有弹性的白裤子和一双白球鞋，背的是这个 Mary Michael 的包。走啦，点了一杯黑糖什么厚奶珍珠奶茶，
是叫这种味，这种吧，这种，嗯，啊，什么叫嘎仔呀？唔仔，唔仔嘎仔。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我是在想象里最好靓啲啫嘛，呢个牌子嚟噶，嗯，所以唔同啊。一个系呢只。一个钱一个三万，一个呢只一个呢只，呢两只。好，等先，两个得，只牛都得，诶呢只呢只，呢只牛过楼都得，牛过楼嚟嘅，嗯，有色，黑色其实，唔系黑色嚟噶，啡色嚟噶，哦啡色，啊，我觉得呢个好，呢个啊，嗯，得 B6，拜。今天早上要跟他们一起去爬山，终于可以爬了。我们已经约了一个月，都是因为天雨原因，然后没有爬成。然后今天终于，这个天气给面子份上，我们可以去爬山了，感天动地。今天打算蒸一点这个鱼肉烧麦，昨天就是非常的突然想来蒸煎的吃，
通有点来不及了，不然我等会儿肯定会加点老干妈之类的。这个是我昨天买的那个巧克力的一个 cupcake。它里面还有流星，超级好吃。要准备出发了。快乐，终于，哇，终于爬到山了，爬山问题是，哇，终于运动了。为什么我有一种要下雨的感觉？Every morning, at exactly the same time, there's a Shiba sitting there. Just staying by himself, alone. Oh, it's just like his playground. Yeah, and then he really have a spot for him. Disappointed.Oh, who is more disappointed? No. Maybe just have a...